超级明星 UZS，主播暂时不在，点关注，看弹幕啊。你配吗？我17岁就拿个总冠军，RNG 队内不在，皇族永不言弃。废物，没有第一的人，只有第一的团队。你能把你头像换了吗？很嘲讽啊，UZI 头像确实很嘲讽。全明星位置让出呗，RNG 有 S 冠军吗？UZI 你别看看，UZI VN61 值了，IG 证明了欧美始终胜 LB。我17岁世界冠军，UZI 你呢？白班的下班，夜班的顶着，这帮人24小时喷 UZI 吗？这到底是赌输过多少钱？教你玩无虚暗，冠军皮肤是无虚暗。杀人诛心，UZI 这个疯狂涨订阅。我17岁打上总决赛，就是拿不到冠军。世界第一 ADC，17岁天才 ADC。不过斗鱼人才确实是多，这个 ADC 之前就在斗鱼直播，后来被挖走青训去。JackenLaw 斗鱼直播。他是直播非常强，然后才去被挖走了。直播根本不说话，就一个字儿打。此时 RNG 全队正趴在女友肚子上数钱。RNG 喜提8强，IG 痛失亚军。全明星让位置宁王。为了庆祝，我推定了 UZI，我也推定。世界第一拿不到冠军。给我也上分。对对对对对。